唉，要延期啊！疫情啊，因为个 concert 要延期啦。Hello， 大家好，我是乔峰 Andrew， 我是一位打击乐和马林巴木琴演奏家。这一次演出对于我来说意义特别大，筹备超过半年，上半场是古典音乐会，就是专业的曲目，下半场是重新编曲的流行曲，是从来没有过，而且很多曲目是你们告诉我大家想听想看的。从音乐厅到现在就在这里，我刚刚做了一个决定，把原定8月7号乔峰跨界打击乐音乐会现在在这里用视频的方法给大家带来一部分吧。
下半场流行曲的部分吧。在收到编曲老师第一版的时候呢，我就已经惊喜到从高凳上跳起来，流行曲都是在现场才能感受的，而且安排的惊喜真的非常多，是非常非常多。音乐会最想说的话，最让我感到抱歉的是，各位已经购票支持我的观众，你们的祝福留言和私信我都收着。回想自己第一次上台到现在，大环境之下每个夜晚都令人沉思，请珍惜，愿珍重。轻轻飘过来，花香浓。南风挽脸，轻轻心依稀月迷蒙。我们紧偎轻轻说。Thank you.
时间会有答案，很快就能面对面见到大家。无论何时，疫情是我们此刻必须要谨慎对待的。戴口罩，别松懈，做好防护，保护好自己，保护好每一位珍惜的人。有最新的消息，我会在各大平台告诉大家。我们一起早日战胜疫情，祝愿座无虚席。